我是平林市真山队防御员张小梦，听过这个名字吗？近期轰动全台的杀人命案就在刚刚有了最新的发展。死者叫什么名字？苏可怡，是那个歌手。你看到他的耻骨联合，这些尸体可能是男的。验尸结果确定是他杀的，先是溶尸，再是焚尸，凶手现在好像在误导死者身份。我告诉你，我知道，你也告诉我你知道。我有什么好处？他一定在正路上动手脚。那你现在在怀疑我吗？是真心为你们好，上去对大家都没好处。下面请。宽哥，殡仪馆的人说尸体不见。那新闻不能报。浩导已经在总部。拿回来。张小梦，小梦，小梦。所以他真的是你。你可以跟我说清楚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把我老公逼着去自杀？如果下一个被害者出现的话，那就是我造成的。万一下一个是小梦呢？我们现在跟时间在赛。我也想知道他在哪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告诉我。所以死者身份是。